启动起来，它按下它，特别是这个按钮哈，可以后做的。啊，你要先做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表单里面有个表单叫 Home， 那你要做把它启动的这个动作的话，记得哦哈，一定当然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模组，这个模组里面的话呢，当然一定要有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话名称我习惯叫启动表单好了，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就是叫一个启动表单。那这个启动表单其实只要有一行程式就可以了哈，这个启动表单这个一个 sub 哈，按确定之后的话，然后我只要就打一个什么，把它启动起来。那那个表单名称叫 home 嘛，所以告诉他说 home 点 show， show 这个是 show 的话呢，它是一个方法，有没有？这边会是绿色的，就是我要做什么呢？把 home 这个表单元件帮我把它 show 出来，就这个动作。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哈，我这个程序已经写好了。那我如果现在执行它的话，当然这个表单就会被我叫起来。啊，另外你可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表单的什么按钮，然后拉一个上面叫启动表单，并且指向这个聚集叫什么？启动表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它这个时候按下去也会是启动了哦。所以最简单的方法了哈，如果说你将来要做一个表单，然后把它启动起来，哎，其实就这样 ，OK。啊，你可以有好多个按钮，对应到好多个表单，反正你将来要做什么，你就按一个按钮，这个表单就叫出来了。啊，关怎么关呢？其实你也不需要说一个什么 home 点 hi，home 点 hi 是什么？一个 show 一个 hi 嘛 ，hi 就隐藏嘛。啊，不过哈、哦，之前我会教 home 点 hi， 可是后来我发现啊，上面就有个叉叉了，啊，你再写一个。离开的按钮好像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想说算了，不用就叉叉就好了嘛，这样就够了、哦、OK， 因为 VBA 定位本来就不是说要去取代那种很专业的那种、哦、那种工具啦，我们主要是简便就 OK 了、哦、好，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没有问题吧，启动起来了，然后下拉也 OK 了，那选了一个业务之后的话啊，我按确定呢应该要从清单里面去帮我把业务全部都做出来，对不对？可是问题现在还没有写，那所以接下来你要了解接下来一个事件，其实元件表单元件的设计就是一定会有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比如说当这个按钮被什么被点一下，所以会触发一个事件叫 click 就是叫怎么讲按钮的被点击的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就去执行那个程式，可是那个程式里面的话就去判断什么判断 CB01 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所以呢总共会有五种可能性，因为下拉清单里面有五种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必须要利用那个以前我们在前面入门班有讲过，就是有个叫多重判断的，如果你要做多重判断在 VBA 里面呢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方法了，你可以用 if else if 一直 else if 下去，或者是说坊间书籍有教啦，叫 select case 也可以做多重判断，不过我前面好像有讲过，就是说其实 select case 跟 if else if 做出来结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学就学一种就好啊，如果说比较简单的当然用 if else if 最简单，所以我这边就写一个 if else if， 那怎么去设计这个事件，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按钮上点两下，它会自动帮我把什么呢？中间的这个程式怎么样？先帮你写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事件。那这个元件，当这个事件，有没有？这个事件什么事件呢？是 click 事件，有没有？当然，如果说你将来按钮你不要 click 了，你要 double click 可不可以？它也可以啦，可是使用者会不习惯。明明我按一下啊，你就要让我按咔咔点两下才可以，那这样使用者，所以你的一个。VBA 的那个表单设计要越成功的话，就是让使用者不要学习，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那个家电也慢慢朝这个方向去，像手机也是在 App 了，尽量好的 App 是什么？就是完全不用学习，好的家电也是一样，尽量都不要学习，有没有？比如你一进来最好怎么样？一进来灯就自动打开了，那什么事件？就是感测你已经进来了。那什么冷气最好？就它会自动去侦测你体温，如果你身体发热了，自动给你冷气嘛，
对不对？然后那种当然是最好，所以你要去想说，哎，什么事件去触发什么样的程序，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程序是一个 sub， 做什么事情写在里面，那写什么东西呢？其实我刚刚讲的多重判断哦，所以以后如果你想要多重判断的话，其实入门班以前有写过啦，那个你可以把前面那个多重判断拿起来改一改，可以了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改出来大概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说我要从什么呢？从 if 哪个地方去改呢？如果当我可能有五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就是哈、哦、CB01 里面的 test 就是它里面的属性，放的如果是业务的话，这个条件为 true， 那我就执行什么 call批次筛选，传一个 A 栏，然后呢查询的话是查第三栏，有没有？哎，这个应该前面好像有讲过。然后呢再来 else if， 那实际上 else if 哈、哦，这个地方其实跟上面有什么差别？只差别多一个 else。其实你可以把上面这两行复制，你先打个 else， 再贴，有没有？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再去贴啊，贴的话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再复制。再贴第三种可能，有吗？所以你会发现上面跟下面差别只有在哪里呢？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然后去筛选哪一栏，跟就是那个 auto filter 嘛，哈，那个要去查第几栏，好，有吗？前面这个是清单，后面是筛选的时候去筛选第几栏，这个应该还有印象哈。然后再来就是客户名称是第一栏，然后是，哎，它是在。那个资料总表里面第12，那反之，除了上面四种可能性以外，那就是那个请选择，有没有？那做什么？离开 sub， 实际上就是什么事都不做。OK， 好、哦，好，可是问题来了哈、哦，这个批次筛选这一段程式呢，其实我们要传参数对哈、哦，那可是底下没有啊，那所以记得哈、哦，这一段程式嘛，我好像我们前面有写过了，是写在哪边呢？写在这边。在那个。